没有外面的做得好，但是起码比外面的干净。嗯，这个冰糖都脆了，然后一咬外面就一层糖，然后再咬里面的水果。嗯，好吃。挺好吃的，就是现在我吃的时候，这个冰糖还没有够硬，有硬的话就像吃糖果一样，不脆。这 既然在家里，就给小孩子吃，挺好的，而且干净又卫生。好了，喜欢九妹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？就点击屏幕下方了解更多和搜索淘宝“巧妇九妹”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